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7月5日报道，一种新型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仅观察一次，便能很快模仿人类做出的动作。研究人员称，这种技术可以让其更快地掌握新技能，且有朝一日能让机器人像人类和动物一样，完全通过观察来学习复杂的任务。AI 机器人看一眼就能模仿人类动作。该机器人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程师开发，通过观察视频中的人员执行动作，可以快速学习新动作。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它会采摘水果，并将其放入碗中，还会按一位科学家演示的相同路径，小心翼翼地绕过障碍物。研究小组表示，将来计划扩大机器人向人类学习的任务范围，最终的目标是开发出能够快速制定发展新形势战略的机器人。这项研究发表在《Oxford》。